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娟培。官方之前推出四个特别的造型，说这四个造型每个成功的购买将会有$5送到 ALGS 的奖金池。但这件事是不是真的那么美好呢？首先，未必所有人都知道 ALGS 是什么。ALGS 是 Apex Legends Global Series， 是一个 Apex 长久以来一直进行的传球比赛。这些比赛很多知名的 Apex 专业玩家都有参加，例如是 Imperial Hell、Albert Lily。亚洲区好像几位知名的玩家也有打过，说错的话请在留言区里面告诉我，毕竟我很久没有留意这方面的资料。总括而言，这就是最多人关注的 Apex 比赛。下面提到的四个造型是这些：探路者、哼歌、腐蚀，还有星丸四个传说造型。官方设定这些造型$5额外的收益会拨到 ALGS 的比赛奖金，奖金增加对参赛者一定是好事，对吧？比赛的热度越高，也能吸引更多的玩家关注 Apex， 对吧？如果没有以下将要说的两点就是吧，以下两点算是直接挑战 Apex 的营运，但为 Apex 社群提供新闻这么久了，不说的话对不起良心，也对不起你们。我在这些造型卖完才报道这个事件，也没有影响 Apex 这个销售吧，希望 EA 不会因为这个砍我。那第一点就是这些造型的价钱，每组造型2500 Apex 币，是便宜还是贵暂时不在讨论之内，毕竟 Apex 是免费游戏，但也要钱去营运。可是2500这个定价让社群中不少人产生了反感，大家有在 Apex 氪金就知道 Apex 币的购买只有几种组合，包括1000、2150、10300、6700，还有11500。其中1000还有2150 Apex 币的售价大概在$10还有$20，正常的传说造型卖1800 Apex 币，只要花$20就可以买到，还可以剩350点留起来下一次用。但 ALGS 的造型卖2500这个价位，明显是让你要买多余2150才能氪，或是买过通行证拿到里面的 Apex 币，就要花最小$30才可以买到。虽然说是明白造型的设计需要钱去做了，但把造型定价放这样还是说不过去。如果想要把造型部分的收入加到比赛的奖金，也可以把他们卖2150 Apex 币啊，把每个造型额外的350币的钱放进去就好。反正奖金本来就不应该大部分来自玩家的氪金，说到奖金就要进入第二个要点了。EA 在一个投资者会议公布了 Apex 这款免费游戏在上季度赚了6亿，这个是美元哦。我不是 EA， 不知道营运整个游戏一个季度要多少钱，但也颇为肯定盈利一定还是很多吧，不然 EA 也不会投放那么多的资源到 Apex 这个 IP， 也一直赶着开发手机版的 Apex 赚更多，所以 Apex 赚这么多，EA 还要用这个手段去吸引玩家支持他们喜欢的队伍，而花费额外的金钱去买造型，这在玩家的眼中还是外界看起来也不是很好看。这件事情好的那一方面就是这次销售为 ALGS 的奖金池增加奖金，我当然为选手们高兴，但这次 Apex 以支持玩家喜欢的队伍为名去吸引 Apex 粉丝花$30在 Apex， 才是玩家社群这次觉得 Apex 吃相难看的原因。关于外挂价钱的问题，之前玩家有在外国论坛 Reddit 问开发者会不会在未来考虑降低 Apex 造型的价钱，毕竟$18一个传说造型对大部分的玩家来说也不是便宜。画面上就是玩家的问题，主要是说明白游戏的营运需要钱，但$18一个造型很难让人买下去觉得是值得的，大家都以为这个问题会被埋没，但开发者突然回答了这个问题。以下是开发者的回应，我只选重点的部分来翻译。第一点是 Respawn 以游戏性为重， Respawn 从来没有把游戏以氪金形式阻挡玩家接触游戏的内容，例如是英雄可以玩 Apex 拿到的代币相对容易的购买，他们注重让玩家觉得 Respawn 的游戏不是 Pay to Win， 但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如何把这个公司健康的营运下去。第二点是在说玩家大多都不清楚外观造型的成本是多少，主要成本来自作者与开发者之间的来回，包括概念图、品质保证以及 3D 模型的制作。第三点是外观价钱的本身， Respawn 想要 Apex 一直做下去，不是想赚完这一波就不做 Apex 去做其他的游戏，所以还是那一句，要确保 Apex 的永远健康，换个说法就是要能赚钱，但也想我们知道 Respawn 有在努力寻找价格的平衡。最后一点是免费的奖励， Respawn 知道不是所有玩家都能有闲钱买外观的造型，所以很多时候也会做一些免费的内容，努力玩活动就能取得的造型，例如是刚刚竞技场活动的华生造型，这个可爱福特就免费造型来说也不错看，
另外，战斗通行证就算不花钱，也有免费可以拿到的奖励。那能得到以上的回答，其实算是喜出望外了。毕竟 Respawn 肯花时间回应这个问题也很难得，而内容也算是非常的明白。不管大家最后有没有认同现在外挂的价钱，最小他们的资讯透明度很高。但遗憾的是，说了这么久，其实回答中还是没有回应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会不会考虑在未来把造型降价。他们避开这个问题，似乎是在短暂的未来也不会看到价钱整体下降了。感觉这次 Respawn 是在试水温，这次卖得好，我觉得未来也会有更多不合理的定价，所以我猜是只会看到更贵，不会变便宜了。未来要不要继续氪金支持 Apex， 就看你们自己的想法咯。你们有没有买这次 ALGS 的造型？觉得这个售价如何呢？像是影片的留言账号数达标了， Apex Speed 的得奖者是画面上的这位，记得在 IG 下面联络我拿奖咯。这次的抽奖条件也是跟上次一样，还不清楚条件的可以看看置顶留言一起参加，希望在 EA 那边为大家申请的 Apex Speed 能帮助一下各位吧。这个频道每周都会推出 Apex 相关的影片，不想错过的记得按下订阅，还有按下小铃铛，频道上片的时候就会收到通知。感谢你们的观看，下一条影片再见，拜。哇，屌 ，what the fuck？刚刚。怕声音，在，到到到。They got me. I'm down. Let's displace here. I need a medic over here.